不是。有话快说。我想约阿泰再打一次。你不怕了？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。好，你想什么时候赢？不行。成哥，我真的决定了。决定了。成哥，你疯了！就算我不帮他约，他自己也有办法跟别人约。约好了，明天下午。明天？这么快？你今天准备准备还来得及。哦。加油啊！这里看到没有？又出现了。手怎么这么冰啊？我刚才用凉水洗手。输了就输了，也不差这一次，你紧张什么？你之前跟他约战的时候那么火，意气风发的。你这是安慰人？闭上眼，深呼吸，放松打，打不过没关系，我带你。开始吧。态度也很认真，身为队长我很高兴能够拥有这样的队伍，有他的加入，手机还我。是不是有什么才能向我突变的前途？过去这么久你俩吵不吵？我和瑞哥正在看视频呢，你在夸我。夸你怎么了？采访提纲是以前工作人员写的，抓着念而已，不信你问小瑞。假的，那小纸条上只是写的采访问题，谁敢叫陆思成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？手机还我。我不还我。不不还。给我。替你出轨？说什么鬼？三哥，陆夫人，我不是故意看的。闭嘴！我是那个陆夫人。什么？你来深圳？你来深圳干什么呀？我全国比赛开始了，我没时间陪你瞎闹。瞎闹？爸也没和你说吗？陆月什么时候和我说过？你要想见他，想让他回去，你自己去联系他。你别总拿离家出走来吓唬我，行不行？没事吧？苏小姐，你好，我是苏洛。陆思成，有人委托我送你回家。